单元。英文小教室，来，英文小教室，请。今天呢，要考考大家 ，have egg on face。哇塞，是什么？脸上有一颗蛋。对，一个蛋。要讲一个漂亮的意思。哎，你在讲鸡蛋脸，蛋脸，对不对？对不对？像水煮蛋。Pretty girl, pretty girl, 吃闭门羹，吃闭门羹的意思。它会不会是那种蛋洗有没有？不是抗议说蛋洗，蛋洗大楼，蛋洗某。被侮辱，侮辱，或是抗议，大压力。大厉害，差不多意思。哎呦 ，have egg on face 呢，其实呢就是在指狼狈不堪，对，丢脸。狼狈不堪哦。因为以前就是剧场表演的演员，他们如果表演的太烂，会被观众丢鸡蛋，就是像刚刚。我的汗是掉眼泪。这个是哪里的剧场？好凶，好凶。我最近接过一个鸵鸟蛋了，太大颗了。对啊，他当下就很丢脸、很尴尬，所以就是后来就被用来形容是就是你很尴尬、很狼狈的样子。哦，颜面尽失了，是很丢脸，很丢脸。例句请介绍。哇哇，太长。I V 今天有点难呢。I have parents. 这个父母。哇塞。Prepared. 对。哇，今天好难啊。I have prepared for my new almond. 哇，他要包木头活嘞。Almond。唱遍了，懂不懂？是 Elven for three mountains. If it all falls, I will have get a egg on face. 好难哦。对，好长，今天好难。我准备我的新专辑三个月了，如果失败了，我将会感到丢脸。啊，对对对对。当然我们还写中文在下面，你也知道啊。专辑有没有在那边？但是我专辑我都讲 CD。我的 CD， 对，我的 CD， 对，他的三个三嘛，对不对？三个月啊，好吧，来，真的先攻，加油！和和风方程式嘛，应该不知道他位置顺序放错了。他老师比较像，我现在还蛮强的。他天运不好。潘洛迪跟黄圣依轮流哈，但是他超应该可以。嗯，可以，对不对？对。好，你很重要，徐小哥。My English is good. 来，像素的戴耳机，戴耳机。来抽个签儿。往前。大声。我英文没有特别好，所以我当第一个就是浅显易懂。我浅显，哎呦 ，picky， 山东口味那种吗 ？picky， 山东口味。无聊，挑剔 ，you are so picky， 不好讲吧？不容易会被讲成难搞，除非你举一个大家都很熟的人。因为我是有点挑剔，我们处女座的人。对，对不对？可是容易联想到难搞啊，或者其他的。对，英文形容其实很简单，没有很容易。多在里面挑，蛮多。对，哦，来，准备了啊，可以了啊。坐。哎，我们大家干扰哈，不要进来啊，来准备，一二三 ，A B C， 十五秒。Two words. I do everything. You always murmur. 啊，我来碎念。In Chinese, we say inside egg, pig bone. 啊 ，inside egg. 里面有蛋。Inside egg, pig bone. 什么东西？找到 bone. 找到 bone. OK 了，哎，快点，拿蹦啊！鸡蛋里跳骨头。拿蹦！哎，有那个什么？拿蹦啊！哎，准备，哎，切！哎，准备，来！表情怎么会这样？一二三 ，A B C， 十五秒，准备。OK，
two words. 两个字。I say everything. You just murmur. 我 murmur murmur. Yeah yeah yeah. You love to. 妈妈。自言自语。Found the bone. Found. Find to find the bone in egg. 我鸡蛋是挑骨头。Yeah, you got it. 鸡蛋是挑骨头。Yeah, two words. Murmur murmur.所以你懂得什么呢？你只知道翻译，对不对？无所谓，反正打比赛。好自在。所以说比较自私一些，豁达。像我们都要听了之后，我们希望能够知道理解，或者表示一下，能够把最好的传给别人，他不管不管，他说我叫照搬照说，他不用非常自我，对不对？聪明，他这样一定不知道，后面绝对不知道答案，应该会不知道。应该来准备。一算比十五秒。Two words. 两个字。I say everything, everything. 我说什么 ？You just murmur. 你说每件事，我就在问一次你。Yes, yes. 两个字。And you always like to find a bone in the egg. Always like to find a bone in the egg. You always like to find a bone. 鸡蛋里挑骨头。Two egg. Two words. Wait. 两个字。为什么两个字？两个字。好，对，不能这样啊，说太多清楚。哎，他不是讲完就讲太多了，不要再讲了。你不是说你不要讲了，不好了吗？为什么多说那么多呢？说太多了，我们这一队的强棒。来了，准备。搞不出来名堂，你们就不要上去。你有传 A B 十五秒。Two words， 两个字。Two words， 两个字。It's mean. I say everything. I do anything.You just chose my problem. Murmur, murmur. Always murmur after. 说什么都没问题啊，都是我的问题。等等 ，You always murmur. And choice bone in egg. Choice bone in egg. 太多了。三十秒计时开始。两个字，对。慢慢 murmur， 慢慢 murmur， 这样碎嘴碎嘴唠叨唠叨，嗯，但是挤在蛋里面，什么蛋在蛋里面？最后啊，什么东西挤在蛋里面？什么东西会挤在蛋里面？什么东西？会挤在蛋里面？对啊，在蛋里面有这种酱料，你看到了？你看到泡芙有没有？有没有？这是对，有没有？我真的没有想法，干扰他们，一直 murmur， 干扰他们，是寿喜烧之类的吗？Murmur， 很简单啊，往两个字，简单，放在蛋里面就对了。他一直往食物去想就错了，不能往食物去想。对，钻进去就钻不出来。真的吗？不对，跟食物，哎呦，三，不能想食物，不能想食物。Inside have b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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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蹦，蛋黄，等一下，等一下，一直摸摸，一直念，蹦，我真的不知道哎，不知道，有没有猜一个吧 ？Hello， 嗨，两个字，两个字 ，Two words， win win， 我真的猜不出来。我们可以确定告诉你一个提示啊，没有画面，喷。太软了，小屁呀！我们都知道。就在你挑骨头嘛，蹦是骨头啊。我跟你讲啦，一时之间。蹦是骨头啊，鸡蛋你挑骨头是什么？挑地。哎呦呦！说什么做什么，他都有意见啊。对，就是我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他都有意见。哇，这题还真简单呢。很简单的。没有。赵梦之会知道用鸡蛋挑骨头吗？还蛮厉害的，蛮聪明的。来来，换位呢？换位。可惜哦。厉害了，好，这个你休息，黄色你，黄色你，对不对？可惜，我逃。他刚刚在问起说，我要吃冰淇，我要吃冰淇。冰淇，冰淇滋味好。我三种口味。粽子，粽子二好，粽子二。粽子第三趴。好，我们是第三题。粽子传过来哈，传过来。加油！戴耳机，戴耳机。我完蛋了啦。对，讨厌死。来来来来。好，蓝色的，哪些？青色的。哇，好长哦！好长哦 ！Each with his own has to green， green 什么东西啊？绿色，不是 green， 不是 green。哦，哇，干嘛？好难哦！这个不是很难打。
哎，你不要，你不要讲，不要，你要教他。你不要讲，讲讲。他不见，翻了。Some bad ideas in your mind。哦呦 ，OK， 好帅哦，这个。Everyone has baby， 这个讲吧 ，baby， 没人都有 baby，baby。Oh my god！ 来，准备好，一二三 ，A B C， 十五秒，传过去。It's a bad idea， 几个字 ？Forward， you want my body？ Bad idea， I want your money。你要我先，我要你的钱。Yes, bad idea. It's like the baby pregnant, but not really pregnant. Pregnant. 来，太难了。王振宁也穿 A B C 十五秒。Forward 四个字，it's a bad thing. You want my money, I want your body. 哎呦 ，and 还有表情，I pregnant, but it's not true. 怀孕了，这样不是真的。You want my money, I want your body. Forward， 时间到。Forward， 可以吗？有奖的。Forward。聊一下，很强哎，不用讲。为什么说他叫王仲平？有人说你像那个王仲平的老婆于浩然。于浩然，很像。胖很多啊。哦，没有啦，我想说事实，这个样子是怀孕那个时候的样子。他应该是算怀孕那个啦，婴儿肥嘛。是婴儿肥，没有。婴儿肥有什么？哎，不要跟他们聊天。几岁了？哈？二几 ？Pregnant。好了。你怀孕啦！哎，他之前还是一个团体的歌手。You， 好，来来准备，一二三，一起跳，三十五秒。Forward。It's a bad thing。I want your body。You want my money。啊，够吗？啊，过来。过来。过来。你要我的身份。Pregnant。啊，怀孕了。你要我的身份，我要你的钱。怀孕了，那哎呦，明显的啦，这很明显的啦，错，明显了，已经80%了，讲到80%了，怀孕了，我要你的身体嘛，要的，哎，看从头到现在80%没有刀尖，非常准确，来，一二三，第十五秒，没什么反应，大家 ，How many words？ 4 words， 四个字成语 ，Bad thing， 这个坏，一个不好的事情 ，Yeah， you want my body， but I just want your money。我要你的身体，但只要我的钱。哎，你们俩这样对话，真对不起观众。我要你的身体，但只要我的钱。Yeah， pregnant。哦，真是会怀孕。我想应该四个字。对，代理孕母。哎呦，哎呦，你都不考虑一下？就是代理孕母，没有别的了。I want your body。对。You want my money？ 我是给你钱吗？我提供一个环境给你。哎呦，那我只是为了帮你怀孕，那你给我钱？那你会帮你生？怎么直接就来这个？我们还有30秒时间呢。不需要吗？等一下，你先拉长一点吧。对啊，做效果嘛。有什么困扰？干扰？我使用你的身体，然后我只要付钱，这很正常啊，不是吗？哪里正常？那不是叫叫鸡的行为吗？不是，他说后来还是会怀孕的，那就可能不是这样说。讲一下来。我这很难想哎，哪会出那么简单的？简单的呢？对啊。你帮我，你后来会怀孕，一种行为。我需要你的身体，但是我只需要你帮我生孩子而已。是，然后我付钱给你，是吧？四个字，来，答案是借精生子。啊？哪有这样？对啊，自创借精生子。代理孕母，代理孕母，还没想不出。那是女的啊。代理孕母，喷。我不是啊。你有答案吗？你刚一开始你已经说是成语了。对啊，对啊，没有朝三个蛮奇怪的。但有个，一开始说哇，这个是成语。一个要借腹生子，一个要肉体，一个要钱，然后借腹生子吗？还是什么？有个很重要的东西没有讲。听第一个，有个没讲到，你讲一遍，讲一遍我听下来。It's a bad thinking。啊，这是不好的想法。对。And you want my body, I want your money。哦，一向都这样子。我要你身体，然后你要我的钱。It's like a baby inside, like pregnant, but not really pregnant. 假怀孕。哦，
并不是真的怀孕啊，假装怀孕，仙人跳，很明显，很明显仙人跳嘛。好了，来，到底谈什么？不知道，各怀鬼胎，各怀鬼胎，那不够清楚。各怀鬼，来换位置，这个，来换位置，来，越搞越难了。真的好，真的好。哎，阿鹏老师进去了，哎呀，当然啦，哎呀，很久，要等很久，精彩了，精彩了，我们这趴就一分，老师要玩不玩？啊，落地啊，完了！干嘛干嘛？你们这么强都没有中，完了，我终于得分了，太好了！你加了，你讲给他听，这样，对对对，少一个，这样好吗？你要洗，别跟我讲，你啊，好，好，加油！来，这边这边这边，这直接放弃的意思。各怀鬼胎，这才我讲哦，戴耳机，你不要，你第二个，你第二个哦，这边这边，你怎么了？累了累了累了，洗衣哥累了。哇，一直都不对。来来来，还有可以的。先绿的看看。好。有。虎令。这么简单吗？我把老婆那个讲出来就好了。不会太长。嘉玲姐怎么了？把家务事聊出来了。这是王仁甫发明的奥波。我知道了。他知道了啦。然后演他也不懂，很难。刚刚在演的，他演的啦。他不懂，演的很烂。我认识他，因为我只要说我知道，他会。他们竟然也有样学样。里面呢？哦，知道了。他知道了啦。怎么？应该知道了。啊，真的。直接谁到了嘛？对不对？不是，我讲时间，我知道不是可以。哦，哎呦，有了，有概念了，概念了。再来一次，想一想，想一想，我想一想嘛，我就说哦，我知道。这是王什么乱教？天才抽抽送好礼喽！只要上脸书官方粉丝团参加活动，就有机会获得震动结影仪哦。详情请上天才抽抽脸书。天才抽抽抽。先绿的看看。好。有。古令。来了来了，可以选。哇，超棒。Suspicion, suspicious, suspicious, friend of mine. 大家英文都疑心病。疑心病，疑心病，疑心病简单呐。疑心病简单吗？就把你老婆那个讲出来就好了。不会太长。嘉玲姐怎么？把家务事你聊出来。退一步，退一步。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准备了，想好没有？我讲出来。想好没有？坏啊！好，十五秒计时啊 ！Three words， 三个字。It's a kind of sick， kind of sick， 一种病。A kind of sick， you do everything. I always think you are liar. I always think you are liar. You lie. 总是想说我是骗人。You lie. Liar. Always. I always. I never trust you. I never trust you. 来。简单吧，不难嘛，好，他这词汇都很简单嘛，对不对？单词都很简单。来，一个传而不及，十五秒。Three words， 三个字。Kind of sick， 还有 sick， 一种病，一种性质。Yeah, yeah, yeah. And I say everything you don't trust me. Yeah, always. Never trust me. Okay， 就疑神疑鬼的。Yeah， 疑心病哦。他哪知道？又不他没有，我在跟我自己告诉自己，我在跟我自己沟通。Oh, okay. 下一棒重要，下一棒。OK， 沟通了啦。来，准备。精彩的，也算必须十五秒。OK， three words， 三个字。It's a s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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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a sick， sick， yeah， 来。I say everything， 不懂意思就赶快来。You never trust me。OK， 我都不相信你。Yeah， yeah， yeah， heart sick。Heart sick. Yeah. Sick. Heart, your heart sick. Sick. I say anything, you don't trust me. Okay. Okay. Bye. 这几个单词是很简单的。Sick.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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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ck. 什么？ Sick. 你写的是什么？ Sick. 啊 ，Sick. 不要背，不要背。Okay. 好不好？啊 ，Sick. Sick. Okay. Sick. Come on, baby. Sick. Sick. Sick.Three words， 十五秒，三，一二三 ，A B C。Three words， 三个字。I say anything， you don't trust me。你都不相信。You sick，
我生病了。Sick, yeah. 我生病了。I say anything, you don't trust me. Because. 因为。Sick. Sick.他是因为生病，不是说告诉你什么病，因为生病吗？对啊。你说任何事情，还是他只是说我都坐着，他是要说 sick， 不是 sick， 没有。再讲，真的不能再多，他这样想不能再。再讲，他就大概知道了。快出来了啦，不要再想了啦。不要再想了，不行了。为止，他很坏，他已经讲到这里去了，就不行。应该是，答案是疑心病，因为我刚刚讲那个时候他们很开心，所以我刚刚一直都很开心啊。对啊，你讲疑心病，疑心病，我想他自己本身就疑心病，疑心病，坚持要坚持。正确答案是对不对啊？疑心病，啊 pass 了。好了，一比零，来攻守交换。这也是胜利方程式的，不是？差不多是。很巧了，我们可以的，太难了吧 ？You sick? My English is suck. No good. 我们如果先拿到一分的话，我们就安娜，就安娜，安娜比较舒服。对，他放心了就放心了。哎，难讲，刚挑剔也是简单到爆炸，还是猜不出来啊，对不对？是谁的问题？对，两个问题的吧。不好说。Sidewalk, side seat 啦。不好说了。哎，李毅有没有讲你哦？我承认，是我的问题，对不对？是我的问题。叫做尊，请戴耳机。今天怎么打我？来，请抽题。哇，这音量也太大了吧？一个好声。可以啊。这是我的，觉得我快。是啊。我三个音，他今天换。什么 ？Simple， sham， simple， 随心随心事， simple， deep， 今天的都是形容词哎，亏心事，我觉得蛮那个，他就不好，这很容易，这个容易到爆炸，这个真的我都会嘛。你说这句话你太过了，最后诸葛最会，对，一二三 ，A B C。好难得的一题，好简单，好简单吗 ？Really？ 简单 ，Go！ 对我三个字 ，It's a bad thing。这个不好的事情。If you do the bad thing too much， 如果这件事情做太多了 ，You will scare ghost。我就开始怕鬼。Knock your door at night。哎呦，哦怕，出来，哦怕鬼来敲门。Three words， 鬼片，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Bad thing。鬼关灯。厉害了，急什么？你嘴巴怎么是？我亏心，不是前一阵子不然有个疤把它切掉这样，所以我先不能笑太大力会痛。小心一点，他是被狗咬的，怎么会有？他真的被狗咬，嘴唇上切东西，不要说出来。不是他有一个疤，不连救这个来吧？什么意思？你别你没有聊这么久都忘记他说什么了？为什么切人家的？你有忘？好，那就可以了。来，一二三 ，A B C， 第二棒 ，Really。Three words. 不要比，不要比。Three words is a bad thing. And if you do the bad things too much, you will scare the ghost. Knock your door at midnight. 半夜晚上鬼敲门，什么东西？鬼片呢 ？Three words. 你看什么？那片你看过 ？Three words. It's a bad thing. 哇！太多了。海哥看过太多，不会啊！太多，海哥看过太多电影，他不会知道电影。我明显知道是什么。来，准备。太广泛。一二三 ，A B C， ready。Three words， 三个字。If you do the bad thing， 如果我做了个坏事情。Yeah， in the midnight， 午夜。Yeah， the ghost， 会有半夜。Ghost will knock your door。OK。Three words， 你的狗。Three words， 对，好像 three words。为什么半夜会有鬼去敲你的狗？为什么？那有狗，为什么？对不对？狗吗？很明显哎。好吧。来，一个 ABC，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一掐啥累啥累啥。说 three words， three words， 三个字。You do the bad thing。你说坏事。In the middle night。哦，在午夜。Have a ghost。会有鬼。Knock your door。会敲你的门。敲你的狗。在半夜做坏事会有半夜鬼敲门。三个字。什么片名？来，别讲话。三个字，看前面，厉害。三十秒，三个字，半夜鬼，当你做坏事走夜路，三个字，它是一个半夜呢？它是个什么状态啊？三个字，鬼，你会想到这什么？会有鬼来敲门？可怕，是一个家里面。来，你就听他讲，就是这一片片，在午夜，会有人来敲你的门。先不要聊天，不要聊天。一定要是午夜 ，In a Monday night， 他说在星期一的晚上做坏事，做坏事。谁演的？警察？谁演的？在星期一的晚上，午夜，就在晚上，他快要三点的时候。晚上午夜做坏事，会有人来敲你的门。答案是警察。就在我家的状况来讲，应该就管理员嘛。很难吗？管理员晚上做坏事会来。十三号星期五为什么会这样？警察会来抓。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喽，差不多喽。答案是三个字。魔神仔，有可能是数字，魔神仔在午夜做坏事，会有人来抓你。答案是小女抓交替。我知道了，他知道了啦。然后演他也不懂，很难。他在演的，他演的啦。他不懂，演的很烂。哦，你说嘛，要不然这样好，好好紧张哦。只有我了解你，怎么？我跟你认识，我认识十几年了，对不对？我认识他，因为我只要说我知道，他会。好久不见，跳跳 Temple 艺人们借机吐露心事。伤脑筋，笑嘻嘻，遇到恶灵，生气的徐乃麟，伤脑筋。不舒服还是放心？戴绿帽。老婆不想要一直要当委屈啊！等一下，我知道他的心理是老婆一直要，但是他不行，他委屈。对。天才冲冲，天才冲冲冲！我知道了，他知道了啦。他演他也不懂，很难。他在演的，他演的啦。演的很烂。我认识他，因为我只要说我知道，他会给我更多的时间思考。时间。答案是。三个字，答案是午夜会来抓你的会是谁？晚上来抓你的是答案是那个我知道那个答案是就睡美人夜魔侠潘夜魔侠漂亮，这很简单，厉害厉害，三个字嘛，厉害，没错，就是夜魔侠那个够的是吗？就院线片有这部片很棒，夜魔侠，对，他都是晚上怪抓的，这部片没几个看过了。哪个你摩兰迪？他们为什么不知道答案？不是，但要不是我讲，他不知道。被阴的一道，被阴的，被阴的压一道。我跟你讲，其实是讲的不好，讲的晚夜。可以重再讲一次，你没有说 too much， 他有说，他有说，哥有说，消失了。我想一次，答案在第三方。所以你们前面传递就有问题了嘛？你再这样说哪里？答案是干？那你们还没有完整的讲完呢？你们没有完整的讲完，那你们刚刚只是在讨论你们的错误啊？你们就自己就知道你们错在那边了嘛？那怎么会怪我们呢？你应该讲说 Don't be afraid。哦，亏心事吗？对不对？你应该讲到 Don't be afraid， 是亏心事。If you don't do the bad thing。因为我讲错，因为我想反应，我们讲错了，不是，不是对，我们怎么讲都不好，我讲这样是不是比较这样？对对对对对，你讲最好，太好，太好，你讲错吗？对对对，我跟你讲，讲哪里都是对的，好不好？你干嘛这样？我喜欢跟他生气，真的为什么？打脑门哎。
哎，不是，我讲是不是真的？是是是，讲逻辑应该是这样，对不对？你平常不做亏心事，那扮演对吧？对。You don't have to afraid ghost will knock your door， 这样不是很清楚吗？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这么会，来，你也来，你不行，我还是第一个啦。来，第二题，请换位置。我第一个，我第一个，我第一个要会讲，我来第一个，我来第一个。我最后一个，我来第一个，自告奋勇。我最后一个，你是他。我自告奋勇，我第一个。你第四个。那我第。大牙，大牙，大牙先第二个。好，第二个。一路休息。来。叫做对，你戴耳机。You do bad thing. You don't have to. You don't have to. You don't have afraid. You don't be afraid. Will be not your door. Don't be afraid. Don't be afraid. Ghost will knock. In the midnight, ghost knock your door. 把鬼敲。Door, door, right? Yellow. Yellow. 黄金的带。情人的。Tie a yellow ribbon around your old tree here.Horse race lamp， 马跑灯啊啊啊！跑马灯，马跑灯，对，是啊，这翻译就是这样啊。香港有个跑马地了，马来跑马地，走马灯是吧？跑马灯啊，马跑，这个很好，马跑的，啊，这马跑就是马跑的。中文，他这是造反的。这三个字都不可以讲，不能比又不能讲哦。你现在知道哪些字不能讲了吗？这个厉害 ，OK OK， 知道。他只要英文里面讲到就可以了。对，不能讲里面的字哦。OK OK OK， 这个你一定会，这个超厉害。来，耶稣 ABC 第二题，第二题。Three words， 三个字。When you're watching TV news， you will see a row sentence on the monitor。Another way to say， if you almost another way to say， if you almost die， you also can see this row sentence in your mind。毁了，觉得有点没了。You speak too much， but you know the answer， you know the answer， that's very important。可以，他也没有讲一个方向，没有讲一个，你大概知道他讲什么了，其实。应该已经知道方向有了。什么讲？一二三 ，ABC ready。真的吗？那很。对，我想到这个会想到那个。Three words， 三个字。If you watching the TV， 如果看电视的时候。Yeah， under the TV， 在电视上面。Under。Yeah， under the TV， you will roll sentence。Roll sentence。Yeah。Roll sentence。Sentence。Sentence。Yeah。对，我也不知道啊，什么东西。你好，那个戏好棒哦！你刚才的戏，我那个想到第一了，一呀一呀，黑皮好想去。就我，他听完之后，一时间到，我只难，我听完我也是，我都懂，但是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他强调哪一个部分？太高分了。难道你倒霉？一二三 ，A B C， ready。三个字。When you watching the TV， 我看电视。Yeah， under the TV。Under the TV， 在电视后面。Have a row centers。电视后面。Row centers。Row center 是什么东西 ？I don't know。Row center。Yes， just say。倒翻，倒翻。屏幕。屏幕坏掉了，在电视的后面。他记好哦，最后一棒。为什么有笑声？太精彩，那么好多位。一二三 ，ABC ready。这一段难吗 ？Three word， 三个字。And you watching TV？ 我在看电视。Under the TV， 电视下面。And 什么啊？那个你问我什么？哦，三个字，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个什么东西呢？我在看电视，电视机的下面。Yeah， under the TV。Under the TV。太多了。滴滴滴滴滴滴，下面有什么？快讲。电视机下面。电视机下面有什么？一个盒子。我想当第一棒。对，我们不讨论黄仁甫。我们都在靠电视来看的。相信我。HD 化。你们现在一定会找电视跟电视有关的东西。可是跟电视有关的东西其实还不少。太多，你不会知道他要说哪一个。对，太多。在电视的下面，啊，对不对？有那个叫 on the TV， on the TV， 这个，哦，可能是女朋友。电视机下，电视机下面是女朋友，机上。电视机下面为什么是女朋友？他说可能是女朋友。阿斌都把你放在电视机下面了。电视机下面是 A 片柜嘛？一片一片的。三个字，一片一片的。你没有讲过三个
这是在什么状况下？黄仁甫刚刚在说人家不会讲，对，完蛋了，讲得很清楚，我应该会讲，我想放屁，你们连个方向都没。刚才第一棒传到第二棒，漏掉的东西叫做 TV News。TV News， OK， TV News， News News 是在荧幕里面呢。哦，知道了，他知道了啦。什么？应该知道了。真的？ Under the TV， Under the TV， Under the。好了， TV， OK， 直接时间到了嘛，对不对？不是啊，我讲时间，我知道不是可以再长一点时间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说这可以再撑一下，很聪明，怎么样？再撑一下，答案是跑马灯。我跟你讲 ，TV News。TV News 啊，你看电视新闻的跑马 ，Under the TV， 巴拉巴拉巴拉跑马灯。跑马灯，那也不是 Under 啊。好了好了，对啊，不讨论。等一下，等一下，那也不是。徐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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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大了。想力太强了。我觉得我再想一下啊。跑马灯都想到。不能再想了，不能再想，因为时间到了。讲霓虹灯不是很好。好了，你再想十秒好了，好不好？自己人呐，再想啊。TV News 哎。TV News， 我的提醒，我是一定要讲。了不起就是下面，讲的你在跑就是跑电视新闻。可是刚刚讲的非常好，已经跟你讲电视下面了，你还在那边。三个字是什么？自己讲的。讲到那一直在跑，就在讲那个新闻快报是四个字哎。对对对对。跑马灯，还是讲哦。最后五秒，五、四、三、二、一。答案是跑马灯 ，pass。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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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萤幕的下方，应该是 on the monitor， 不是 on the on the monitor。我怕你们会讲到上面。哪一个永远是对的？刚刚谁没有讲到 TV News？ 你们没有讲 TV， 你没有听过？谁没有讲到 Face News？ 是谁没有传过去？哎呀，被指责了。对啊，因为我讲 on the on the TV， 我想说在电视下面，可能什么遥气上盒的，什么感应器啊，谁看过了没有？对不对？蒙磊的 on 的那个电视下面，电视下面有个 roll sentence， 滚动的句子。所以我讲 roll sentence 啊，就在那个下面啊。为什么在那里啊？好，第三题，请换位。有过，太好了，太好了。一分钟。谢谢，还好有人 roll sentence， roll sentence， 对。哎，张雨绮上来了，我上来，你让你的位置。我猜吗？吃点休息。然后你猜，还是你猜？我在哪里？我在这里。你要传给我吗？你要传？张雨绮，我刚第二、第三、我第二。好，那我这里这样子了。好。啊，你不传给我？好，我传给我没办法，因为我站过的位置不能站了。好，那我这样。来，陈座。不行啊，那副歌很难，那副歌很，他讲太多了。全国的所有的观众朋友，请密切注意，请密切注意，张琪站在第三位置。这是个值得深思跟探讨的。对人，学无止境。最后天他一定会当我们这个节目的制作人。来，请抽题。红的好了。Under table， 给 Scholar， 奖学金吗？八 ，Scholar， 哦，对，哇，这个太简单了吧 ？No no， 就那这个叫哦，哦，对对对，这简单，这简单哦，来，太简单了，我太简单了啦，你这随便讲都有，来准备。叶川 ABC， 他们一定要赢我们了。真的，我们刚挑剔赢，我们就对不对？Ready， two words， 两个字。后面 ，It's a student's name， 哦，一个学生的名字。And this student， he doesn't have to go outside， but he knows about everything in this world。这个学生没有到，不用到外面去，但是可以，就算不出门。Everything in this world。知道，这很难的。
他就很强的啦，他就很强的啦，他很强的啦，他没问题的啦，他的单子就起码比他那两年赖两年的嘛，他单子起码多了有几百个单子，真的，他多了几百个单子了，真的。OK， 现在不都讲英文 ？OK， 好可爱，真的，没人看啊。第二次 ABC 第二版 ，Ready？Two words， 两个字。It's a student， 那一个学生。Yeah， who don't have go outside， but he can know。Who have go outside？ Who don't have to go outside？ Who have don't？ Who have？ Who don't have go outside？ But he can know everything。Who can go outside？ Something， something， something。想将西去行，在为外国勇敢坚持。不懂很好难。战斗了吗？战斗了吗？你怎么还有心情陪他玩呢？张文琪，没有，不懂很好难呀。好的，给他 ABC ready。两个字 ，is a student。哦，嗯 ，who don't can outside？who don't can outside？who don't can outside？who don't 谁不可以到外面去？再进讲加加哦加！他是讲完了吗？还是不通？他的意思说他不讲完了吗？就没有消息了啦。啊，然后面出去了啦。还有，还有，还有啊！看前面，看前面，看前面，两个前面。不通，讲完了没有？就不能讲话了。讲，我讲完了。讲完了。我听到这边啦。我听到哪里了？哪个？再听一次啊！那这样我们就不用猜了，刚刚直接out就好了。你戴耳机。我不戴耳机，我戴什么？十秒 ，OK 吗？再等再进去。Yes, A B C, ready? Who don't go outside? Who don't go outside? Can know everything. Can know everything. Who don't go outside? Can know everything. Who don't go? Who don't go? 谁不到外面去？我后面还是要我。他刚刚前面还有一个 student。有 student。越讲越好。不是互动都互动很 outside， 互动都 outside。互动。后面那个哦 everything everything everything。You're everything。You're everything。我要唱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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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Yes, ABC ready。我也没办法。听到就这几个字。Who don't go outside？ 谁不出去？大野狼。啊 ，student。学生。啊。几个字 ？Who what？ 两个字。Who what？ 还有 everything。一件事情。好，我先不想记了，放弃。不好意思，我可以问一下那个时序吗 ？Student， 学生，互动都 outside， 谁不出去 ？Everything。所以我就我来转，就就这几个字啊。学生，看前面，三十秒计时。学生谁不出去 ？Everything， 是 Everything 还是 Every Day？Everything， 所有的学生都不出去，就是这样。还是他每天都所有的学生都不出去。好了，提示啦。每天出去。TV News。还有。哎，这叫 TV News。这是上集啊。都是上集的。好，好，收回。提示，提示，提示。
我刚刚就提示讲，就猜出来了。哎，怎么 A 跟 E 两？这个很荒谬哎，干嘛？这很荒谬哎，学生的应对人是谁？学生不出去，在教室一定有原因的嘛，不是打麻将就是。怎么会这样？你讲，对啊，早上罢课，罢课，做什么？学生做什么？大风台风天。大学生，尤其大学生非常停班停课哦，对，哦，哎呦，有了，有概念了，有概念了。如果学生都不出去的话，对，每天都好 everything 是可能因为要考试嘛？他知道了啦，联考，你看，所以很厉害，真的很聪明。来，来看前面，看前面，来，再来一次。想一想，想一想，我想一想嘛，我就说哦，我知道，拖一下时间。猜到才有果的网友不会乱交。来，答案是。学生很久都不考试啊。答案是。任何事情，咱们饿死。时间到了，最后五秒，你要挖鼻孔。哇！是啊，是啊。这边都知道。哎，答案就出来了。答案是。萧敬腾。考试。对啊，威武喷，有答案吗？怎么可能会有答案？你有答案对不对？有啊，你讲一下，哎，不是，你讲一下。Towards, it's a student. 学生。Who don't have to go outside, 不用出去 ，but can know everything. 但可以知道任何事情。张友，张友华。Long long time ago. Long long time ago, student.那个怎么讲？很久以前的学生，通灵，他没有出去外面。答案是通灵吗？很有钱，学生会通灵吗？是一个面吗？是一个名字吗？非常有才。非常讲，他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如果在古代呢？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天下事是谁？对，如果在古代叫秀才。You got it。秀才不出门。哇，好难哦。你那个通灵比较难，哪有你通灵难？你现在不会想到秀才了，现在不会想秀才两个字。让我勇敢的告诉大家，今天1-1战成平手。耶！哎呀，可惜了。还好，还好没答对。啊，那挑剔如果答对的话，对不对？所以下次回到更精彩的天才冲冲。